尽乱世，带来一缕光芒。我心献殷，愿奉献英才。好，那现在是玩心献殷，有点久没玩了。那再更新，昨天应该是昨天了，3月30号的时候有看到一包更新包1.06版，那这一包多了照片模式，还有修正那个对话，还有新宝珠。那就带大家来看一下吧。我是觉得新宝珠应该是打不太到了，因为我只玩普通难度而已。与令爱新献殷，感谢两位在局，多亏你父女二人。新献殷，父亲新皮是袁绍与袁谭，为了消灭袁家，与其父击败袁绍后，他的主公曹操，为了击败拒绝投降的孙权。意图通过此，为了参加决战。那晋国的剧情是跟魏国几乎一模一样了。操，后面才有差。但是，父亲，只要驱逐宗，为了迎来。即使忧郁的。令爱。与孙权的局，好，那这边就看过了，就略过了。那开头会看到我选有存档，就是换了一下马跟武器这样而已，我还没有实力来玩。前置任务应该是看不出差别了。那那个什么，瞬移一下，有点久没玩，忘记怎么瞬移啊。给大家看，拍照模式，不想死，来就把金银财宝留下来吧。看一下献献殷的殷之，环境，可以调时间了，很慢呢，他这个。哦，按住框会跳快一点，可以调它的白天夜晚啊。好，还有这个天后，下大雨啦。赤壁这边会下雪，大雪，感觉好啦，大雪跟小雪有差，这就是祖国的善意。请让，好，那先调回去，看一下其他的曝光度，感觉没什么差、我不是专业摄影师，不是专业摄影师，这有个旋转的感觉，像在爬坡啊，视角，拉近拉远。这有影响，先调回去。好，反正感觉不出来啊，那可能我这比较，交声就是一个模糊化啦。那如果皱纹多，就交声给了。那贵耶。好，
找回来，把它光升级。好吧，我真的不会按。哎，重置。好。哎，好像有点可惜，不能从……哦，有有有，我还想说不能从上往下，没看到。哦 ，OK OK。那我这只是测试啦，如果大家想要玩，你就自己去玩。哦，色温就是它的暖色系跟冷色系这样子。哦，不错不错。哦，这电色调。这应该是这个才有点像黑白了，然后哇，那就整个黑白的，小小的黑白。来，色差强度，哦，这个打下去就是一种魄力的感觉啊！啊，赶快，我要做对照的，按脚效果感觉就没有那么明显。有它会把旁边四个角变黑这样子，结束教分哦。好了，那看完差不多是这样。那如果设定完，可以按那个触控板，哎，这样就可以拍照了。按 OK， 那我就不拍啦，就继续游戏啦。好，哎呦，一瞬间把你拉回来。哎，锁定一下。哎，这游戏怎么玩？我忘了。一切的目标应该就是此地。弟兄们，现在，就让我来尽情享受这份喜悦。一切顺利啊！哇，就这样继续努力啊！讨伐贼人之事已经成功，士兵。嗯，然后目前玩起来感受还不深啊。在各位的。眼下在
那果然刚刚打到没有掉珠子哈，哎，那个新珠子应该没那么好掉。时不该用。乘着西北劲风。哦，那就可以开始啦。攻打敌军，直接来试一波，将刘备和孙权一并诛杀。报告，敌方军师诸葛亮出现了可疑的动向，最好及早将他击败。那我这边如果有机会的话，下一个会玩五虎。是看起来是对岸出现了曹操军，快点万箭齐发！广州状态，我们这里可有十万支箭矢，只要仓库不被袭击，就能所向披靡。听说他们现在会放武装啊？哎呦，我不小心就快死了。就让我们来负责防御吧，我绝不会让任何人通过。果然前来捣乱了呀，休想得逞。笑言以对吧。哎，我难度是不是调错了，有点给他诡异，普通啊，有点难哦。啊，珠子忘记装了。先加个攻击力，再来调珠子。哎，这个。哎，我之前都装什么啊？对，只有只有，都是只有。哎，可以了吧？哎，还没。好，现在不得不撤退了呀，赶快赶一波。不过任务已经完成，此次撤退与预想的一样，敌将已经被我击败，现在就让我来尽情享受这份喜悦。嗯，感觉还是会打任务啊。好厉害，感觉不错哦。我还以为有改进呢，能被埋没。好了，现在赶路喽。好，出发吧，我们来攻陷要塞吧。夺取敌军的要塞，打一下孙光。哎，现在只能撤退了，想阻止曹操的进军。我怎么失手了？这一战明明不能失败。哎，这领浪一带还是很久。哎，年轻人，上啊！
不愧是曹操军，不过你们注意到了吗？风向早已发生改变。对，这把还是最大的改革就是那个招聘模式吧。将敌船全部烧光。各位，好消息啊！祈祷所的诸葛亮被击败了。真是太好了，这下可以放心战斗了。什么？诸葛亮先生被击败了？怎么可能？我们快去看看。好，敌方民兵已经移动，我们可以进攻防守薄弱的地方了。等下需要买个药啊。居然找准了我们的弱点，但是现在就让我来尽情享受这份喜悦。跳起来拍拍看，好，准备好跳。来吧，年轻人，上啊！你们有没有感觉有一个音乐？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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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哒哒啦哒啦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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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！哎，好。好，瞬移拿来去买个道具。奇怪的东西，无法与我。再这样，从容。哎，又把我抓回来，哎，真的是。哎，33等这个任务是什么？没血。哎呀，好吧，来看一下。好像有被偷改一些东西。越是深陷险境，越要沉着冷静，必须彼此掩护。突出，欢迎光临。买爆就是买爆。虽然，哦，55等了，没错了。我还以为有偷加东西或减少东西嘞。好，来来来来来。但是。现在只能坚信他平安无事了。船着火了，原来这就是敌人的目标。但诸葛亮的计策应该就只有这些，大家不要慌，避免火势蔓延。来找孙权跟黄盖将军泡茶聊天了。似乎完全没有引起敌军怀疑。将军的努力下，火计大获成功。曹操军全都慌了手脚。出啊！现在就要击败魏军的赤壁之战，这也是最后一次了。不摧毁左右战局，就由我们负责防守。我应该不会再出新的赤壁之战了。我的一片啊，除非降钻吧，那猛降钻今年应该不会出。那蛇魔山的话，哎，我应
该也不会买。如果是加长版的话，可能考虑一下。我感觉啦，我其实蛮看衰的，看，我觉得他们可能搞不出什么新意啊。但是我觉得一代、二代，那一代再领，然后二代领，其实好玩归好玩，但是有点腻啊。毁灭敌军据点，火速进军。油腻腻的，请勿抢逃走兄弟，结束。我要再次断绝曹家血脉，获取彻底的胜利。啊，好诡异哦！你想和你的父亲一样，沉浮末路之下吗？就让我来帮你实现心愿吧。我是认真的。好不容易才把敌人逼上绝路。暂且撤退，但是下次相见我不会留情的。即使身处劣势，我们也能获得胜利。看来孙家根本不可能战胜曹家。击溃敌人吧，任何人都休想阻挡我们的前路。现在就让我来尽情享受这份喜悦。你的才华可不能被埋没啊。47等，哎呦，刚好满10等哎，真的是有点尴尬的感觉。这满打的只有诸葛亮而已。现在才来夺取这里，晚了晚了，太迟了。赤壁之战，主君出了能力其实算蛮高的，就出一个诸葛亮，真丢人啊！听程普大人说，敌军正逼近，然后大部分都是吴军的。这里已被我零攻击封锁，你们就无处可逃了。这下糟糕了，这就是狗急跳墙吗？大人在赤壁的计策完美无缺，在我这里失手。好，来，把这一关感觉结束了。啊，今天要打6、7、8、9、10、11，哦，也是很多张，还12到12刀，有够气哦。那我这部影片应该也是打不完了。想过去就要付出代价，这才是道理。那目前玩起来这个1.06版，对，1.06版哦，这感觉更改的地方不大了。没能颠覆他们的优势，事无失策了。报告，我们已经突破包围，找到了撤退地点。总算脱离了险境，只要能活下来，就有望东山再起。报告，我们找到了曹操大人的位置，他应该正在赶上撤退地点。OK， 那要打多少算多少，看这个小时能打到哪边这样子。那应该我会把它打到完啦，就会补一个结局影片这样子。那打完之后呢，我会继续回去玩我的二之国。我也知道啊，看我真三的影片的。
也知道啊，看我真三影片的观众可能也对二之国没什么兴趣啦，所以没关系，就不额外推销啦，因为全日文。那、因为剧情有点多齁，所以我也不想开着边解说边玩，很累。曹操。那目前有边解说边玩的日文系列只有巨影都市啊，因为那个那片剧情还蛮香的啦，所以就顺着玩上。这边再跟各位报告一下那个连续剧，哎、欸，真的蛮好看的。我现在目前看到看一半吧，四十几集。那现在是在争夺呢，哎、欸，刚好是刘备要打那个荆州四小郡的地方。这次是周瑜负责指挥吴军，在赤壁布阵，真的不错看。那对三国有兴趣的，我觉得都可以去看看看了。只要击败他，就能逼退敌人吧。这一次就来采取文若大人的策略吧，有了战略才有战术，就让我来打开局面。那个连续剧是完全没有荀攸跟贾诩，那只有荀彧一个人，郭嘉有出现一下子，那因为剧情很短，所以也是不久就不见了。防御吧，我绝不会让任何人通过。那里面鲁肃其实是一个评价很高的印象，不缺的，绝不能就此退却。周瑜，内侍问张昭，外侍问周瑜啊。第三号人物就是鲁肃这样子。其实鲁肃也蛮厉，鲁肃也蛮厉害的、啊，就是跟《三国演义》啊，不，《三国演义》把他有点小丑化了，所以斡旋两国之间其实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。少爷，你对吧？接下来要开始防御了，老夫背后。可谓毫不退却的强大吧！你的锐气大受挫折。哎，这些都轻松打吗？重新考虑对策。诸葛亮倒也是慢慢打。撤退。总算是击败了敌人。接下来该如何是好？接下来。只要等待着，在雪汤发难，带来自西方的报告。我实在撑不住，获得了那个机会的宝玉拿到了。原谅老夫的无能吧。三级也没有用啊，他看起来要打修罗才有那个效果。孙吴的军队，因为珠子毕竟要一级才有用，还是回许昌吧。我没记错的话，许昌在哪里啊？这边竟然在许昌发难。要将大家辛苦坚守住的土地拱手相让，文烈，击退敌人吧！任何人都休想阻挡我们的前路！
他那边写故意放弃江陵这件事情，他连续剧是说是故意要让那个刘备跟孙权有一些不和啊，所以故意就让刘备拿过去这样。目标已经确定，打乱敌人的阵脚，瓦解其斗志。那这边还没回报，好，那个信献音的武器是大月，那大月没有其他人跟他一样，所以下一支有机会的话还是玩进攻的。可能是张春华或司马懿吧，不太记得谁先开始。敌军，不要犹豫，勇往直前吧！好，再一道洛阳。进军，我们去拿下那个据点吧。哦，一样在那边等他结束哦。等着瞧吧，我是马超，一定会让你走。好，主公，您没有受伤吧？没有大碍，幸好有你等在此守护，辛苦了。哎，又被抓回来了。真糟糕，马超他们已经攻过来了。我原本还期待那个谁啊，王毅跟马超会有很多剧情产生，就也没有啊。两个跟不认识一样，就在八代蛮失败的地方，就是嘉许大人似乎已经胸有成竹，说不定就是他。大部分的剧情都一样啊。好啊，隐形武将还是一样糟糕。让你们得逞，无论如何都要阻止魏军的进攻。我只没有所谓的对军号，所以说还是曹操。曹操军，我风烛残烛。有他封魏王。魏王啊，没事，我记错了，因为连续剧这边是还没有封啊。现在，就让我来尽情享受这份喜悦。多么壮丽的战斗，或者是没有额外技能。马超大人，大事不妙，敌军渡过黄河，试图从背后袭击我们。怎么会这样，我们就无路可逃了。动来动去，心生畏惧了。绝不会屈服于曹操。受死吧，曹操！看出威胁此地的奸恶。
战多少次，你们都不可能战胜曹魏。哎，再来是什么忘了啊？对对，再来是濡须口啊，一样是打孙权，诛杀孙权。部分吴军已经渡过，既已挫败凉州的气焰，便再无后顾之忧。现在便会有个朱兰朱字哈，这一定要打。今天死这么多不打，真是浪费。我是绝对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的。化作灰烬！李峰，我也要来助阵，让魏军看看我们的勇武吧！哎呦，突然有，直接让冲过来作弊，突然也是个小设备啊！现在就要击毁敌人的要塞！笑言以对吧？确定目标，我们去攻陷敌军的要塞。前进，前进！让敌人领教一下我军有多强大吧！竟然在这里人机，义父，雷王珠，前进前进！哎，一级耶，普通打得到一级耶，你今天挺厉害，这下根本无法给义父做个榜样了。好，那直接瞬移啦，应该是 OK 啦。现在就让我来尽情享受这份喜悦。真是厉害啊，这周假日是有一天哦，所以出片的速度应该会没那么快。不过我出片速度也没差，反正反正现在都是第二国度啊，所以看真三频道的。我也不知道怎么讲，为了真三看我频道的人，所以我军有多强大吧，不会那么在意我的更新速度啊。哇，卡死，等一下我试试看能不能解救一下。有在动了，有，水啊！好，就在这里展开防御态势。啊，各位不用不用担心，因为那个可恶的曹操，四月的战神我会玩中文版，那各位就可以看啦。无论如何，我们都不能后退。我的台游戏很多啦，所以大家不用担心，可以满足各式需求。其实我不一定会开麦讲话，因为日文版的我不太会讲日文，所以也就不太会去插麦讲话。魏军竟然如此强大，我们可以阻止他们的攻势吗？
喂，哎，无论如何，都要等我们杀死孙权就结束了。那陈普就顺便把你兄长托付的遗志，敌将已经被我击败。本以为刚是那这个第八章应该是定军山吧。总共三战，第一个张鲁完两次定军山，两次定军山。魏当前，现在有一个黑的，好，速战速决，攻取汉中吧，儿子，看好你老爹的表现。又卡死了。父亲，千万别错过我的精彩表现啊！或许能击败张鲁的，就是你引以为傲的儿子呢。这方向没错。受不了哎，看到那个就。冯文迪。军的杨松是个佞臣，根据形势变化，他可以轻易倒戈我方吧？太奇怪了，还是这是新增的？好，阳平天荡一路垒，好吧，那就不顺眼了。还有什么改变？落入你们的手中。NPC 的进军动作，那我目前目前也没有感受到那个差距啊。差一点点，上来了，碎。前进，前进！让敌人领教一下，我军有多强大吧？怎么可能？阳平关竟已经压制了要地阳平关。这下能够更有力的战斗了，将目标定在那里，一举攻陷，挫败敌人的等。下一个在哪里啊？天荡山在哪里？这边。现在，就让我来尽情享受这份喜悦。干得漂亮！
是会躲哎。我们绝不会交出天大山，一定要将此地坚守到底。为了完成自身的责任，江龙大人，对不起。天大山已被压制，夺下这一要地，真是意义重大。什么？那处要地竟被攻陷了？看来我们真是无望战胜魏军的。能不能设法接触魏将？这样就能考虑投诚了。算来了，必须为了守护汉中而战。喂，阿鲁，不要再鲁了。阳城关竟然沦陷了，五十一等的还这么鲁。总算冲破了战线，开始进军了。好，不要使用此路进军汉中，一举走入敌阵。贺总，只求你们不要对百姓出手。我们成功了，父亲，如此一来汉中就是我们的了。很好，辛苦了儿子。有次上阵表现不错嘛。现在就让我来尽情享受这份喜悦。曹操大人，宽宏大量。夏侯惇，好，那再来是连续砍两次刘备，他两次都是猛将化。刘备终于攻下，好吧，来啦，贝贝，等人吧，备受注目啊！一定要守住汉中这里。蜀军的士气非常高，夏侯渊将军，我们要小心行事啊！哎，这样也卡？哎，这一版是特别容易卡哎。看有没有在动，有动的话，哎呦！这有点帅，哇，看起来是卡死了，唉，真的是，不知道该讲什么。再试一次，哎，可以走了，八十箭哦。这种偶发事件是最难查的啦，因为不知道发生原因的。好，就在这里展开防御态势。不知道发生原因，没办法，这是基本上都很难改。什么？如此接近了，大家一起击退魏军吧！不休想阻挡我们的前路！哇，都砍成这样，刘备还是不出来。击溃敌人吧！任何人都休想阻挡我们的前路！
笑颜以对吧。前进前进，让敌人领教一下我具有多强大吧。但是剑刃无法夺取汉中，真不甘心，现在只能撤退了。哎，趁着撤退瞬间就不见了。终于放弃了吗？好了，这下可以暂时放心了。报告，定居山的大本营遭受敌袭，敌将似乎是黄忠。什么？我的老爷子有两下子，就由我来出战。儿子，这里交给你了。喂，父亲，等一下。急报！夏侯，急报！击溃敌人吧！任何人都休想阻挡我们的前路！哎呀，还没出来，那再等一下。就是错误的标示啊，那这个没有改。没想到夏侯渊，据说刘备。这直接过来杀掉刘备就行了。正在定军山布阵，一定要杀得他片甲不留，夺回汉中。哈哈，此次主公也很紧张啊。虽然状况完全不同，但我不由想起了宛城一战。那宛城不就是？支持和引导，寸步不让，我才走到了今天。我一定会坚守心中的大志。走，休想取得汉中。为了百姓，将士们，我绝不会撤退。警告还要打那个武装人，觉得有点麻烦。我们的道路没有终结。那未知根基那边有点小麻烦。完成已被关羽军包围。到此为止都与我的规划一致，既然如此，不必再纠缠汉中了。原来如此啊，以汉中为饵引诱关羽，不愧是曹操大人。汉中之战，来吧，我们上，让我们华丽的夺取敌军的要地。来吧，我们上，讲过还讲，夺取敌军的要地。
拖时间呢。关羽的行动果然，杨仁臣，巨石。首先要夺回樊城。那我也是最近才知道，那个关平不是关羽亲生的哈。守城的关羽之子，关平是义子，只是刚好也姓关就是了。为了防御我等，关羽必须亲赴前线。虽然战况严峻，但是必须设法取胜。休想夺回樊城！关云长，前来迎战。停止进军，在这里展开防守阵型吧。啊！敌军确实厉害，这里就交给关平，我要重整旗鼓。现在只能撤退。时间又想睡觉。魏军的强大不容小觑，必须考虑对策。赵霸，用兵器横扫那群魏军。现在，就让我来尽情享受这份喜悦。太厉害了，真让人大开眼界呀！目标已经确定，打乱敌人的阵脚，瓦解其动静。目标已经确定，打乱敌人的阵脚，瓦解其动静。在下未能守住樊城，但这还不是结束。敌人看上去像是刻意撤退，虽令人在意。好了，要谁也反击他。总算夺回了城池。虽然想将军粮运往前线，但从这里直接搬运实在太过遥远。好，一定要开城投降啊！那就为麦城的周仓将军送去军粮吧，从那里将军粮送往前线。